恩仔，咱们去收甲鱼缸。走啊，小雨也要去哦。你想要我当着你们一早说吗？不是，刚好今天小雨休息，等一下你这样。懂的，我识做噶啦。那这一百米的网也放了。好，小雨走，跟谁船？想吃什么？可以啊，走啊。哎，还很深的，小心点啊！小心点啊！小心！哇！他在挑衅我们，中了吗？啊！哇哦！我死完刀子。小野，你看这条黑鱼好大，好大！看小心，看小心，啥东西的？哦，那个啊，小心！哎，做什么？哎，小心！哦，钩还没有结。这个是什么网？应该是人家网先搞到了。还玩游戏啊？赶紧收了！我先把游戏给100块钱了，给小雨买件漂亮的衣服。氪金游戏还让你钱？就我左下角链接的游戏啊，不干不氪，轻松登录了。现在有活动，登录地名加88，配合我的专属礼包码，挂机打怪，最高返领5000。这么好，那我也下载一个。可能下单吗？你先帮忙收啊，快点。跟你一样黑。那个，死了一只鹿，死了吗？拉片了，死了呀？没死，他装死。活的，把它放了。啊！骗你的！还行啊、哦，加油，加快小岛，走。看啥？哎，到了，看到了。哎，大哥，我去加油，一会儿回来。好。他去加油。你看，中的是甲鱼，看，好大！那小雨，你把这个给它咬住，我来接哈。哎，小雨，安德怎么还没回来？你睡一下。好。M 仔，你回来没有？那个，我过去是吧？我开的命题。我打算给你们。